side we sway there in all the colors. Summer.今天要来分享一下我昨天的住宿，就在我身后这一间，然后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长什么样子。这是我昨天住的住宿，叫做线织屋，里面呢卖一些很多手工的织品还有杂货，因为老板娘呢她很喜欢编织一些东西等等，所以她里面贩卖很多她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些杂货。这个是教会，大家也可以来到教会这里走走看看，说不定刚好有活动这样子。好漂亮，好喜欢这个阳光哦，好舒服，好温暖哦。如果大家来到太麻里金轮村，大家可以定位在杂货店儿子民宿，这里就是比较偏热闹的地方。这里有卖一些早餐，好 ，Hello， 我现在来吃早餐。那这家早餐店就在杂货店儿子民宿这边，然后离我住的住宿也在不远处，就在附近而已。那因为我只是出来走走，所以身上没有带太多钱，所以我只能简单的去吃，所以我就点了很简单的葱油饼，然后跟一杯冰豆浆这样子。然后这家早餐店，它卖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种，还有锅烧面、肉燥饭这样，然后真的超级多东西。但是我碍于我钱袋不够，所以我没办法尝试不同的东西，所以我只能吃预算内的。然后他们葱油饼是已经帮你切好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切好，你可能要事先跟老板讲。没有，它很烫。嗯，我觉得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哎，不会太冷，就是会有凉凉的风，然后加上一点点的阳光，我觉得这温度真的是刚刚的好，超级舒服的。冰豆浆哦。这家的早餐店叫做元气早餐吧，其实早餐也蛮多选择的。看一下老板娘在不在，想说跟她聊一下天。嗨 ，Hello， 对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是对的，对对，然后你的结也对。结束就是这样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之后就回到原来的手势。好，等到你要结束那个手势，要结束要放出去那个要。
真正住宿的地方是在旁边有一个小门，那你会看到一个旋转的楼梯，它这里还有个钢琴，这里就是有点像交易厅这样子，你可以坐在这里吃东西或者看书用电脑，然后他们这里也有提供水杯子等等的，还有热水桶，他们也有提供小冰箱可以借你冰东西，也有卖一些万用膏都可以试用，然后价格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99块不贵，还有一些护工膏，然后他们是诚实商店哦，你就是自己投币就好了，然后这里还有提供一些书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带大家去3楼，这个就是户外的阳台，超美的，这里有个小楼梯，你就可以坐在这上面看海，超舒服超chill的。我觉得楼上好漂亮哦，这间叫河流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美的。然后这里就是有个窗户，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整个是大阳光这样子。那给大家看一下他们6人床位。他们床位旁边还有一个小柜子，你可以放你简单的小杂物或是眼镜等等之类，然后就是还有床单、枕头跟棉被，里面还有衣架，帐铺其实不会太高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它这个蛮牢固的，很坚固，6人房的空间就比较大一点。这里也有衣架，你可以挂衣服啊、浴巾啊，好喜欢这个区域哦。包好像刚出炉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你好，赶时间吗？没有。那我可以请你喝杯茶，试看看我今天的面包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好啊，那你我可以录影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谢谢。山苦瓜茶敢喝吗？没有喝过，可以喝看看。新鲜现采的山苦瓜，用它的根茎叶去煮的茶。哦，降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血脂，非常健康的茶。这3颗我跟你介绍。好。这个是地瓜乳酪，它是用栗子地瓜，我们在地的地瓜去做的。哦，是地瓜乳。然后这一颗是蔬果汁，再加上蜂蜜坚果。嗯。然后这一颗是柳橙原汁，再加上芒果干。哦。试看看喜不喜欢。有3款，好。以酸为酸的哦。好。面团的哦，都前一天要先做，把面团做起来。它好 Q 弹哦。对啊，它发起来了，然后再放到冰箱去，让它隔夜冷藏。哦。要去吃，听说这里很有名的牛肉面，叫做鼎轮牛肉面。是它的牛肉，它的汤满满的葱花，哎，我现在就来吃看看，到底有多厉害？满满的牛肉，感觉很好吃哎。
隔壁就是打个蛋海旅，这间也是一间民宿。如果你来到这里有住宿需求，也可以考虑这一家。这家离金轮车站更近，走路只要2分钟就可以抵达。它就在牛肉面隔壁，这间是牛肉面，然后隔壁就是打个蛋海旅。它外面还有一个小庭院，我觉得真的很可爱，很漂亮。这个是听说很有名的丽卡咖啡，它这个景观也很漂亮，很有氛围。他们也有室外的座位，那你喜欢喝咖啡的人可以尝试看看他们的丽卡咖啡，因为是当地的人都说这家很有名，然后很好喝，咖啡很特别，大家可以过来这里品尝看看。直直走通往隧道就可以抵达海边了。刚刚买了小米甜甜圈，小米甜甜圈是原住民的一个小小的小点心吗？就是他们是用他们的小米去做的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跟我们北部吃到甜甜圈不太一样。小米甜甜圈它吃起来比较 Q 一点，你看很 Q， 超可爱，很有弹性的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吃原住民的小米甜甜圈，很特别哦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很甜。今天是我旅行第三天，刚刚已经做退房了，发现我来到金润村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方哎，就是他们这里很有名的天主堂。天主堂里面呢，充满着他们原住民的图腾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想要去看看。我现在来到了金轮的圣诺瑟的天主堂，那就在我后方，那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吧。哎，我现在到了圣诺瑟的天主堂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大门没有开耶。对啊，然后你看他们大门呢，充满着排湾族的图腾耶，超级特别的。很漂亮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阿姨，要从这边右侧门啊，好哦，里面很漂亮哈、哦，对啊对啊，有一个阿姨在。好，我进去看看。刚刚遇到我们就是住宿的另外一个阿姨，她说从这边走，啊、哦，我看到了。哇，从这个地方进去。刚刚遇到一位阿姨，然后她主动说要帮我拍照，反正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啊，就是帮彼此拍照，我觉得这种感觉还不错。
在太马里车站，然后刚刚从金轮车站到太马里只要一站就好，然后票价只要16块，哎，超级便宜的。那我现在身后其实就是后面就是山呐，然后就是天气没有到很好，但是我身后这个海景是好天气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哦，好美哦。太马里这边呢也有一些美食，那我想说就去附近逛逛吧。这一颗怎么卖啊？看金的嘞。看金的。一斤65，跟你讲110就好了啦。我刚刚跟叔叔买了2颗释迦呢，它是称重量的，116，然后它算我110，因为我想说我妈妈喜欢吃释迦，就带一些伴手礼给她吧，她应该会很开心。